个三天法会也看过很多了。三天的法会也看过真多。题目也听了很多了。题目也听了真多。所以就不需要再给你们讲这个法会的题目。就唔免阁甲恁讲法会的题目。那就题目表。题目表。我们这个。我们这个班呐、啊，很多的班。那这班真多班。也有复习班。啊、哦，复习班。也有摊主班。啊、哦，摊主班。也有讲师班。啊、哦，讲师班。也有点分师班。哦、点分师班。啊，我们这个班呢。那这个班。算是三天。算是三天。啊，三天呢。这三天。就是名字叫立德进修班。叫做立德进修班。这个题目哈。这个题目。跟一般题目不太一样。一般的题目无同款。这个取到什么题目呢？取得很。取自哪个班的题目呢？取到这个班的题目呢？就是我们学界，就是咱学界寒暑假，寒暑假进修班，进修班是取这个寒暑假学界进修班的题目。是提那个寒暑假进修班学界的题目。我想你们这一般人听起来哈，其实您想讲你一般的人听起，也可能比较深一点。比较是会较深。我是针对的您这几位。讲师摊主讲是针对恁几位大主讲师讲，咱们这个道龄比较浅点，道龄较浅的，恐怕就比较听着这个深一点，听起来听起来就较深。请问你们这几位哈，请问恁几位？这个他国语都听不懂的，国语拢听唔捌的，有几位？有几位？华语听不懂，华语听不懂的人听起来，华语拢听不懂，华语听不懂。怎么办？几位？三位，举手一下，不要客气，举手一下。三位。华语啊。大部分拢是讲华语。哎呦，大部分都是光讲华语。拢是讲华语的。这个讲泰语的很少。讲台语的较少，福建话较少。那能够讲泰语的，他尽量讲泰语。会当讲福建话的人，尽量讲福建话听。不会讲这个泰语的讲师啊。未晓讲这个福建话讲师。那只好你们就听国语，只好你听华语，听不懂呢，听唔吧，就注意听好了。你得注意听。啊，那么现在呀、啊，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个题目啊。今天跟您讲这题目、啊、就是立志，就是立志，发心，了愿，啊。我们这个题目叫立志发心了愿。咱这个题目叫做立志发心了愿。大概你们也有印象。大概你有印象。我们在马来西亚。咱在马来西亚。啊，亚罗斯党。亚罗斯党。忏悔班呐、啊。忏悔班的时阵。真不要怕。老师。咱老师。批了一篇训中训。批了一份训中训。这叫训中训哈、啊。训中训呢。是励志。是励志。你们还有印象没有？你有印象。有吗？阿罗斯坦在忏悔班呢、啊。在忏悔班内底，老师给你批，给你批的，给你批。励志。叫做励志。那么这又在吉隆坡呢？又搁在吉隆坡呢？在忏悔班。忏悔班。老师又出了一篇。老师又出了一篇。啊，训中训。训中训。是发心。叫做发心。你们吉隆坡知影吗？吉隆坡的人会知哦。有印象哈？有印象。啊，那么再来呢？再来呢？在。在新加坡，在新加坡呀，新加坡呢，老师又批了一篇，老师又批了一篇，就是了愿，叫做了愿啊。所以我今天呢，所以今天在那里将老师所批的，将老师所批励志啊，发心了愿了愿，我并不是讲训中训，今天并不是讲这个训中训、啊，讲这几个字的意义，讲这几个字的意义，励志的意义，励志的意义，以及这个发心啊，遥远，讲这个意义，讲这个意义，这样子大家听懂听不？大家听明白不？励志，我们呢，修道办道人，咱修道办道的人，要做天下第一等人，爱做天下第一等的人。你说天下第一等人，你讲天下第一等的人是。什么人最高啊？是什么人最高呢？什么人列入第一等人？什么人列入第一等的人？知道吗？知影。就是修道办道人。就是修道办道的人。列入第一等人。列入第一等的人。因为天地之间呢？因为天地之间。啊，唯道独尊。唯道独尊。道是最尊贵。道是最尊贵。你有富有于天下。你哪富有天下？名震于四海。名地震于四海。也不为贵。啊，不为贵。你看观音菩萨。已经有了富贵了，是三皇姑，放掉了荣华富贵，去求道，
修道，信修道，信度化众生，度化众生。我们看看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咱看看释迦牟尼佛，已经眼前有了荣华富贵了，已经目前有了荣华富贵，是已经是做了国王了，已经已做了国王，那么都要放弃，伊都要甲放弃，去做什么去啊？去做什么呢？去求道，去修道，去修道，去度化众生，度化众生。所以呢。真正有道的人呢，所以真正有道的人啊，将荣华富贵，将伊的荣华富贵就看得很淡，看了真淡，甚至于都舍掉，甚至于拢舍掉，都是如此，拢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天下第一等人呢，所以咱天下第一等人就是修道办道，就是修道办道。我们要立志向，咱要立志向，立天下第一等志，立天下第一等的志，天下第一等的大志，天下第一等的大志。是什么志向？是什么志向呢？就是修道办道。就是修道办道。啊，所以一个人，所以一个人要有一个理想，要有一个理想，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目标。你是一个人，将来想要做什么？我将来想做什么人？啊，我将来想要做什么款人？我要将来有什么成就？我将来要有什么成就？每一个人都有理想，每一个人都有理想。比如说你们，我们过去没有修道办道以前，比如说咱过去无修道办道以前，每个人都有理想，每一个人都有理想。哎呀，我将来要做董事长。啊，我将来要做董事长。我将来要入教育界。我将来要入教育界。你说，比如说是在初中、高中时代。比如讲，你喺初中、高中嘅时代，是不是都有励志啊？是不是拢有励志？都有理想啊？拢有理想，对不对？对不？啊，那么现在你们已经入了社会了。现在恁已经入了社会，已经有了家庭了，已经有了家庭。所以我们的理想也差不多了。所以咱嘅理想也差不多。我们的目标也差不多将要达到了。咱嘅目标嘛，差不多要达到。那么现在我们修道办道呢？现在咱修道办道。另外有一种理想。另外有一种理想。另外有一种抱负。另外有一种嘅抱负。另外有一种目标。另外有一种嘅目标。修道办道人。修道办道嘅人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咱嘅目标是啥物呢？就是要成。成圣成贤，成圣成贤，要成仙作佛。啊，成仙作佛。你在没有成圣成贤以前，你也无成圣成佛以前，啊，必须要度化众生。必须爱去度化众生。所以我们，修道办道人，所以咱修道办道人就不可以哈，就袂用诶，糊里糊涂的，糊里糊涂过这一辈子，过这一世人，还是一辈子为了赚钱，啊，是一世人为了赚钱，为了吃喝，为了食啉，为了享受，为了享受，那就不是有高超理想。那还是一般的愚人，啊，是一般的愚人，一般的迷人，一般的迷人，不算是智人，不算是智人，不算是觉悟人，不算是觉悟的人，听话，听话，所以呢，所以呢，当初啊，当初啊，六祖说过，六祖讲过，所以他的理想，所以也理想啊，他的目标，伊的目标是什么？就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佛也是这么说，佛也是安尼讲，所以法门无上誓愿学，所以法门无上誓愿学，哈，得要立志向，爱立志向，众生没有边，众生是无边，发誓愿，发这个誓愿，要去度化，爱去度化，那么法门无量，这个法门是无量，要立志向，爱立志向，要去学，爱去学，啊。这两种呢，这两种就是属于外德方面，就是属于外德方面，属于外功方面，属于外功方面啊。那么烦恼无尽，咱烦恼无尽，只有誓愿断，爱誓愿断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所以这就是佛的理想，所以这就是佛的理想，佛的抱负，佛的抱负，佛的志向，佛的志向。那么我们大家呢？咱大家呢？现在也要立志，现在爱立志。做什么？做什么呢？要做天下第一等人。要做天下第一等人。也要办天下第一等事。要办天下第一等事。那办天下第一等事是什么？天下第一等事什么呢？就是救世救人。就是救世救人。现在我们拜在老师师母门下。咱现在拜在老师师母的门下。为活佛的弟子。为活佛的弟子。我们必须要啊，救世救人，救世救人，要参加大开普渡的行列。要参加大开普渡的行列。啊。你们大家想一想，大家想一想，参加大开普渡的行列是不简单的。参加大开普渡的行列是不简单。你没有很好的因缘，你若无真好的因缘，你参加不了，你就无法度参加。参加三年，参加三年，离开了，离开了。六年，六年，离开了，离开了。十年，十年，离开了，离开了。参加大开普渡行列，参加大开普渡的行列，你有很好的因缘，你就真好的因缘，还有很大的志向，还有真大的志向。哇。什么志向？什么志向呢？我不达到目的，无达到目的，我誓不罢休。我誓不罢休。
啊，不论是有千磨，不管是有千磨，不管是万考，不管是万考，不管受什么折磨，不管受什么折磨，不管受什么阻力，不管受什么阻力，天就是变，地就是变，天也变，地也变，就是道场变，就是道场也都变，我们那个志向不变，咱的志向不变，得有这种远大的抱负。才能够参加这个办道的行列，才能参加办道的行列，救世救人，救世救人。你们都是好几好几都是摊主，恁真侪个拢是摊主，讲师，讲师。你们有这个大志向吗？恁有这大志向？有吧？有吧？有吗？有啊！有啊！有啊！您22几岁？23，26。才26岁还是有啊？啊，你来回就有啊？不简单哈！安尼不简单。26岁立这么大志向，立这么大志向，立天年大志向。36岁，36岁，46岁，56岁，66岁，66岁，76岁，76岁，你活86岁，你哪活到80岁？还有60年，还有60年。这60年之中，我们不知有什么样的变化呀？这60年的当中，不知有什么变化？是不简单的事情，不简单的代志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历史，所以呢，每一个人都有。看看《释迦牟尼佛传》。看看观音菩萨传，看看观音菩萨传，看看七真传，看看那七真传，看看八仙传，八仙传，每一个人都不简单称的，每一个人拢是不简单，不是平步上青云，是平步上青云。你称道以前，你未成道以前，都有一个传记，拢有一个传记。你很平凡的，你那真平凡啊，又发财又致富，又发财又致富，又有太太又有孩子，又有囝。什么都好，什么拢真好，在道场还一帆风顺。啊，你道场要搁一帆一帆风顺。你说将来还得称道了。你讲将来伊要成道，你的后学，你的后学，给你写传记，给你写传记，给你写历史，给你写历史。有什么好写的？有什么好写呢？写了半天哈，写半天，两页完事儿，两页就算。啊，就好，真好。啊，那就真都好。太包了，心包。你要经过越多，你要经过愈多，折磨越多，折磨愈多，考验越多，考验愈多，啊，事儿越多，事愈多，你将来给你写的越多，将来给你写的愈多，这是一定道理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现在修道人啊，所以现在修道人，做摊主的，做摊主，做讲师的，做讲师的，得要立志向，得要立志向，志在人上，志在人上，不能在人下，不能在人下边。那么第二项呢？第二项，我们还要发心，咱来发心，志向立定了。志向立定，就随时要发大心，随时发大心。这个佛心，这个佛心，菩提心，菩提心，就助长它，哎，帮助伊大，不能够叫它缩小，不能让伊丢弃。立立志为根本，立志为根本，发心为助长，发心为助长，要长叫长长养菩提心，长养菩提心，随时发心，随时发心。这个发心，这个心要随时发，这个心要随时发，不能总停滞阶段，不能定定停伫遐迄个阶段。听好吧，听好不？我来台湾是随时发心。今年来台湾是随时发心。到现在不敢发心上美国。这阵啊，唔敢发心去到美国。我也发心到日本。啊，发心去到日本。我也发心到你们东南亚。啊，发心去到恁东南亚。到现在为止。到现在为止。不敢发心到美国。唔敢发心过去美国。我当初在天津。今年当初的天津。发心到台湾。发心是到台湾。又台湾。又台湾。又发心到外国。又过发心到外国。一直发心，日发心。一直发心，一直发心。啊，老先在前面带着。老先在后前面。后边大家帮助。好，后边呢，大家帮助。主要的话。主要的话。老天的。天灯，老天的天恩，师尊的大德，师尊师傅的大德，个人的志向，个人的志，个人的发心，个人的发心，慢慢慢慢才有今天，慢慢慢慢才有今天。所以你们大家呢？所以恁大家呢？也要需要励志啊，需要励志。那么第二呢？第二也需要发心啊，需要发心，发什么心呢？发什么心呢？修道，修道最重要的，最重要要发菩提心，爱发菩提心，知道吗？知道啊。菩提心是什么？菩提心是什么呢？菩提者，菩提者就是为了求真道之心，就是要求正道之心，就是啊，求那么正等正觉之心，就是要求迄个正定正觉之心。正等正觉是什么心呢？正定正觉是什么心呢？就是佛心，就是佛心。正等正觉，就是正定正觉，就是佛心，就是佛心，就是大的。菩提心，大的菩提心。那么我们这个心呢？咱这个心呢？要上要成佛道，上爱成佛道；下要化众生，下爱化众生。这种大心，这种大心啊！我今生既然修道半道，我这世人既然修道半道，我不达到成道的目的，我誓不罢休。我若无达到成道的目的，我誓不罢休。这叫有志者事竟成。这叫做有志者事竟成。听好吧？听好不？
我不成道，我就用罢休。我无成道，我唔罢休。这叫正等正觉的心。这叫做正定正觉的心。既然你发这么大的心，既然你发那么大的心，丝丝刻刻，时时刻刻，我们要上乘佛道。咱爱上乘佛道。发心要成佛道。发心爱成佛道。你想成佛道？你若想要成佛道，下边呢？下边。丝丝刻刻，时时刻刻，要度众生。爱度众生。众生得度。众生得度。我们才能够成道。咱才能成道。啊。所以你们，我们这一，你们这一代啊，所以你这一代，你们这算是，道亲不太久。算恁是道亲无干久。我们得发心呢。咱来发心。啊，就应该发这个心。就应该发这个心。如果再向上，你那个向上，那个心你们还做不到。那个心你那个做不到。就是四无量心。这个是四无量心。这种心。你们还距离还很远，那么这个四无量心是什么呢？四无量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慈悲喜舍，就是慈悲喜舍，这不简单的事情，这是不简单的事情。慈无量心，慈无量心，悲无量心，悲无量心，喜无量心，喜无量心，舍无量心，舍无量心。你们还距离还远，您距离还不近哈。发这四无量心哈，发这个四无量心，应该是做到天人的，应该做到天人，应该做点穿师的，应该做点穿师。这个点穿师还是很久点穿师的，啊不，按真久真久的点穿师。要应该发慈悲喜舍，应该发这慈悲喜舍，这种大心，这款大心，无为的。无为忘我的境界，忘我的境界，众生得救，众生得救，自己受苦，自己受苦，都甘愿，拢甘愿，这叫最大最高的心，最高的心，你们慢慢的发，您慢慢的发啊。那么下边呢？下边呢？是了愿，是了愿。我讲话大家听我，这您讲话您都听好不？了愿，了愿，就是在这篇训哈，这篇训呢，在哪？是在新加坡，是在新加坡，是在新加坡。老师出篇训中训，老师一个训。出一篇训两份，这个训都连起来了。这个训拢个连起，都是妙训，拢是妙训。老师教给我们，老师教带咱啊，第一，第一，先要立志，先爱立志。第二，第二，要发心，爱发心。然后，然后，我们再去疗愿，咱再去疗愿。疗愿怎么疗呢？疗愿咩拢去疗呢？就是疗我们的弘誓大愿，就是疗咱的弘誓大愿。要始终如一，爱始终如一。头跟尾，头跟尾，完全一样，完全同款。所以我们必须啊，所以咱必须精诚贯注，精神贯注，这个精诚，这精神啊，始终如一，始终如一，贯注在道上，贯注在道上。我们人都有诚心哈，咱人有诚心。你们这个研究了半天，您研究了半天，有八种诚心，有八种的诚心，还会记得吧？会记得未？八种的诚心，诚心哈，诚心哈，八种诚心。忘记了，你也是讲师啊？你也是讲师。我们常在这儿听这人嘛。嗯，天天会。但是呢，对。啊？诚心。精诚。真诚。精诚。真诚。一诚。至诚。至诚。为诚。真诚为诚。这个八种诚心，你们这要看一看啊。你来看看。我们是接近哪个诚？咱是接近到一种的智性。这几个诚心呢？这几年的诚心。我们是接近哪一个诚心？咱是接近到一年。自己会检讨。家己会检讨。家己会怎样？家己会怎样？知道吗？怎样？这都跟你们讲过哈。这拢跟您讲过。讲完了，你们都忘记了。忘了，您就未记。未记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未记了？你们这这，您说这里边诚心，哪一种诚心最好？您讲这里底的诚心，都一种的诚心上好。真诚。真诚。至诚。至诚。明诚。明诚。至诚。至诚。真诚。真诚。真诚。明诚。真诚。明诚。必须的。没有接诚。达成这个至精神的诚心，精神的诚心，灌注这个地方，灌注的那个所在，金子石，金甲石啊，都可以开开了，都会当拍开。就说你的精神集中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你的精神集中里面，没有不成功的，无会成功的。这个达到这个精神不简单，达到这个精神不简单。所以老师教给我们呢，所以老师
教咱，叫我们怎么样？教咱咱怎？叫精神贯注。叫咱爱精神贯注。精神。精神。身心。身心。你贯注这个地方。贯注伫迄所在。不要改变。唔通改变。啊。不要移转，唔通移转，就灌注在这个道上，就灌注你这道上。你求什么有什么，你要求什么就有什么，绝对会成功，一定会成功啊！所以这个至诚，所以这至诚，啊，至诚是最好的，至诚是上好。孔老夫子是至诚，孔老夫子是至诚啊，至诚，至诚就好像天一样，就参像天同款，就好像天的德一样，参像天的德同款，那是不简单的事情，那是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我们要专一不移，所以咱来专一不移。专门抄这一项，专门雕向这一项，就永久不改变，永久不改变，我们彻底依赖，咱彻底依赖，到自始自到死为止，到死为止，全权复应，全权复应，所以我们必须有啊，所以咱必须要奉献到底的这个精神，哎，奉献到底的精神，到底啊，到底的精神，二十六岁开始修，二十六岁开始修，三十六岁开始修，三十六岁开始修，到了86岁还是这样子，到了86岁还是安尼，奉献到底，奉献到底，始终不变，始终不变，嗯，我们这些个人，恁这人，有把握没有？有把握，有没有自信心？有自信心无？唔敢讲，唔敢讲。不是马马虎虎啊，不是马马虎虎，过一天是一天，他说过一天算一天，对，将来怎么样，将来安怎，顺其自然吧，顺其自然，半道不能顺其自然啊，半道不能顺其自然，关心我们个人的性命，关系到咱个人的性命，关心我们祖先的性命，关系到祖先的性命，关系天下众生的性命，关系天下众生的性命，不是过一天是一天，不是过一天算一天，要啊就要牺牲奉献，还要奉献到底，啊，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呐，所以咱本身要自强不息，啊，自强不息，自强自立，啊，自强自立，永久不能休息，永久不能休息，我们还有牺牲的决心，咱还有迄牺牲的决心，永远这样子，永久是安尼，才可以替天行道，才当替天行道，才可以报恩了愿，才当报恩了愿，你想报恩了愿，你想要报恩了愿，你想替天行道，你想要替天行道，我们必须啊，咱必须呢，依照。修道半道，修道半道，应守的法则，应守的法则啊！这个等一下给你们写下来，等下给您写出来。预先我们太忙，没有写下来。事先较无闲，无给您写。啊，这个，这个应守的法则哈，应守的法则，就是我们当初老祖师，就是当初老祖师给我们讲的，给咱讲，我们应该把它背下来，应该给它背起，照这个去做，照这个去做，称道就可以了。行道就会用的了，听好吧？听好无？这下边是什么？下边是什么呢？写在这行。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哈。以这为法则，嗯，称道有余，行道有余，那绝对会称道。俺一定会行道。您愿意看，以后也给您继续。你那管理管理啊，再给您讲。固定的法则啊，从前人、从前人、点传师、点传师、讲师、讲师、摊主、摊主，以至于一般道心，以至于一般道心，想修道，想要修道，都应该遵守以下的法则，都应该遵守以下法则啊，遵祖祖相传之规，遵祖祖相传之规，依师师相授之法，依师师相授之法，代代相授。代代相修，脉脉相传，脉脉相传，承先启后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，继往开来。每一代祖师，每一代祖师都有他修行的法门，拢有伊修行的法门。现在天道，现在天道正值大开普渡之际，正在大开普渡之际。老师，师母，师父也有法门，也有法门。有人说，道没有法门。有人讲道无法门。实际我们法门比谁都大。实在，咱法门比什么人拢较大。我们法门是什么？咱的法门是什么呢？老师师母所传的。老师师父所传的。这是圣人所说的。就是圣人所讲的。八条目。八条目。三纲领八条目。三纲领八条目。五格。不戒之志，低级一成，一行心正，心正身修，心修家齐，家齐国治，国治天下平，天下平。这是我们修道的法门，这就是咱修道的法门。所以修道要遵天命，要遵天命。圣人说过，圣人讲过，为天命，天命为大人，为大人。为圣人之言，为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，小人不知天命，而不畏也，理不畏呀。
你真正修道，你真正修道，有德行者，有德行者，位置大人，位置大人，有德行者，有德行者，要尊重天命，爱尊重天命，尊重师尊师母的天命，尊重师尊师母的天命，要不是天命可贵，那不是天命可贵，我们道，咱道不能传到今天，未当传到今仔日，不能够有这么多人来向道，未当有这么多人来向道，天命就是原动力，天命就是原动力，吸引力，吸引力，就好比啊，就好比那个。磁铁，那个，磁铁，铁皮嘿，一样，同款，吸住那么多，会当吸住迄个遐尼啊多，啊，吸带动力，迄个带动力，跟那个宗教可不一样，宗教是无同款，啊，以佛法为尊，以佛法为尊，我们修道，咱修道，有佛法，有佛法，就是老师，就是咱老师，师母，师母，所定的法则，所定的法则，这个佛法呀，这个佛法，也就是佛规，也就是佛规，啊，要依照。依教以普度为心，啊，以普度为心。老师师母，老师师父，他们老人家的心，老人家的心，也就是我们的心，也就是咱的心。我们的心，咱的心呢，要大开普度，要大开普度，度尽天下众生，度尽天下众生，以善言为宝，以善言为宝。不管是老师，不管是老师，老仙人，老仙人，仙人，仙人，简传师，简传师，讲师，讲师，说讲好话，说爱好话，善言，善。一心即款款福音，一句善言值千金呐、啊。一句的善言值千金。比如夏禹王，夏禹王闻善言折败，闻善言折败。听到一句好话，听到一句的好话，他就会给人家作揖，作揖。以先财为命，以先财为命，修道办道，修道办道，没有人才，没有人才是办不了的，办不了。我们有了后学，咱有了后学，要好好培养他，好好培养，照顾他，照顾伊，把他当成生命一样，把伊当作生命同款。我们修道办道，所以咱修道办道，要守规戒，要守规戒，佛家的规戒，佛家的规戒，三规五戒，三规五戒，儒家的规戒，儒家的规戒，三行四物，三行四物，我们道。咱道也有规戒，有规戒，就是三清四正，就是三清四正，尊师要敬，尊师要敬，生于中，行于中，行于外，行于外，尊重老师，尊重老师，师母，师母，老亲人，老亲人，我们要尊敬他们，咱来尊重伊，重道要成，重道要行，啊，诚心诚意，诚心诚意，诚心报仇，诚心报仇，下节第三本，第三本，翻开。做事情，做事情啊，心思要好，心思要好，样样要做，样样爱做，做个榜样，做一个榜样，标杆模范，标杆模范，正正当当，正正当当，光明正大，光明正大，度量要广，度量爱广，在道场修道办道，在道场修道办道，我们接触的面积很宽广，咱接触的面，所以我们度量要广哈，所以咱度量爱广，要学老祖师，要学咱老祖师，度大。能容天下之事，不要小肚鸡肠，唔通小肚鸡肠，一点小事，点啊小事就过不去，就过未去。嗯，下边呢？下边品行要端，品行要端，品行要端正，品行爱端正，处事要公，处事爱公，在社会上，在社会上做事。做事刻在某一个环境里，刻在某一个环境里，都要公正无私，都要公正无私，不要自私自利，不能自私自利。八德要守，八德爱守，五常要行，五常要行。啊，八德不守，八德不守，五常不行，五常不行。这样，这样就是没有根本，就无根本。啊，这八德五常是根本。这八德五常是根本，本立而后道生，本立而后道生，根本都没有了，根本都没有了。你想修道，你想要修道，你想办道，你想要办道，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的。下边呢？下边有过要改，有过要改，人非圣贤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孰能无过，知过改过，知过改过，放下屠刀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立地成佛。下边下边天恩要报，天恩要报，老天降道，老天降道，救我们。灵性，救咱的灵性，啊，救我们祖先，救咱的祖先，这种天恩师德，这种的天恩师德，我们是杀身难报，杀身难报。下边呢？下边呢？誓愿要了，誓愿要了，立的什么愿？立的什么愿？我们要了什么愿？咱就爱了什么愿？在下边呢？搁下边呢？敬上爱下，敬上爱下，对上边的人，对上边的人要尊敬，要尊敬，尤其照顾我们的人，凡是照顾咱、照顾咱的人，不论是我们的音宝师，不论是咱的音宝师、讲师、讲师、简传师、简传师、仙人、仙人、老仙人、老仙人，我们都要尊敬，咱拢爱尊敬，对我们的后学，对于咱的后学，要爱他，要爱伊。好，下边呢？下边忍让恭谦，忍让谦恭，啊，任劳任怨。
任，任劳任怨，舍己为人，舍己为人。啊，我们自己，咱家己牺牲、牺牲、受苦、受苦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紧，使别人得救，会当使别人得救。大道奉行，大道奉行，实心实地忏悔，实心实地忏悔，尽量尽量往好处做，往好处做。我们要做一个正人君子，咱做爱做一个正人君子。假使我们了愿一辈子，咱了愿一世人，照这样去做，照安尼去做。我们照这个现在老祖宗定的哈，照咱老祖宗给咱定的，一项一项去做，一项一项去做，修道，修道，绝对会成功，绝对会成功的。啊，以上老祖师，以上咱老祖师给我们讲的真言，给咱讲的这真言，我们大家，大家应该遵守，应该遵守。今天时间，今天的时间很宝贵，啊，真宝贵。所以我呢，所以咱这人就简单的，就简单讲这几项，几项，励志，励志，发心，发心。表愿，不仅是勉励你们，不仅是勉励你，也是勉励我自己，也是勉励我家己。啊，没有失利以前，没有失利以前，随时随地，随时随地要勉励自己，爱勉励家己。我们大家，咱大家互相勉励，互相勉励。这次，这一遍，学界大团圆，学界大团圆，不要过后就了事，唔通讲团圆过啊就了。希望大家。希望大家永久大团圆，永久大团圆。这是那天那个学姐大团圆讲的话。这是迄天咧学界大团圆的今天开始，由今仔日开始，上与下，上与下，前与后，前与后，左与右，左与右，团结合作，团结合作。由台北学界，台北的学界，做一个模范标准，模范标准，给中南部，中南部学界做一个带动者，带动者。我们常说，咱常常讲，我们整个学界，咱整个的学界，由台北，由台北到高雄，到了高雄，好一条龙一样。中有头，中有头，有尾，有尾，又有中间。我总想啊，前面总是在想，台北做龙头，台北做龙头，台中做龙身，中做龙身，高雄台南，高雄台南做龙尾，做龙尾。这个龙头不动，这个龙头若无叮当，龙尾，龙尾，也是动不起来，就是无法度叮当起。你们说对不对？您讲对不对呢？他们说对，讲对。你们要不要做一个龙头？您爱。爱不爱做一个龙头？台北人要，台北的人讲爱，要带动台中，要带动台中，台南，嘉义，高雄，高雄，叫你们，叫他们呢，跟你们学，跟因学，知道吗？知影无？知道，知影。选文团，听我。今年的心对学界、台北学界较虔诚，希望他们办得很好。希望因办了较好。哎，这个讲话有效呢。哎，讲话有效。那个在大团圆讲完了哈。大团圆讲了。哦，他们真拼。因就真拼。这次开两班这个学界大法会啊。这边呢开了两班学界法会。第一班啊。第一班。230。230。他们台北学界啊。因台北学界。占有多少？占有100多。占有一百几。全台湾省。全台湾县占一半，占一半。第二呢？第二次哈，第二次。先天刚闭班，前刚做的多闭班的班。这个330。330。学界哈，又100多。大概如果一百几位。两班就有200多。两班呢，就200几个人。哦，是真拼啊！真拼。空前没有，空前没有。所以这个台南高雄啊，所以台南高雄，这个嘉义啊，嘉义，好一家六，好一家六，忽然间进步这么快，忽然间的进步真紧。哇，他们讲师拢厉害头，因遐讲师拢害头，说怎么办呢？讲要安怎呢？怎么追呢？要安怎追呢？他们这学姐都很高兴，因学界拢真欢喜，沾沾自喜啊，沾沾自喜，哇，很得意，俺真得意。可是不要得意忘形，可是想得意忘形。中人带动是对了，永远总是爱带动，不要骄傲的，不要骄傲。他们很团结，确实。拢真团结。这个台北很团结。确实团结。很有向心力。真有向心力。我这个讲一些话也没有白讲。前面讲遐话嘛无白讲。给他们鼓励的哈。给鼓励。很有效果。啊，真有效果。我这弄这几句话呀。前面用这几句话。给你们鼓励。啊，给您赶快。希望你们这个东南亚哈。希望恁东南亚。我们大家同时。您大家同时。也要励志。啊，爱励志。也要发心。啊，爱发心。也要念着老祖师。啊，爱。请问老宗师，所讲这些话，我讲一下话，去表演，去表演，你们以后会把它背下来哈。以后正起来背起来，可能是这样给您写一下。写起来哈。啊，尊祖祖相传之规，尊祖祖相传之规，以师师相授之法，以师师相授之法，以天命为重，以天命为重，以佛法为尊，以佛法为尊。您现在看没有？您今嘛看无真细哩。以普度为心，以普度为心，以善言为宝，以善言为宝，以先财为命，以先财为命，以规戒为法，以规戒为法，尊师要敬，尊师要敬，重道要成，重
中道要行，佛规要严，佛规要严，道念要真，道念爱真，志向要高，志向要高，斋戒要精，斋戒爱精，行持要好，行持爱好，榜样要正。供养爱敬，度量要广，度量爱宽，品行要端，品行要端，处事要公，处事要公，八德要熟，八德要信，武昌要行，武昌要行，有过要改，有过要改，天恩要报，天恩要报，誓愿要了，誓愿要了，敬上爱下，敬上爱下，忍让谦恭，忍让谦恭，任劳任怨，任劳任怨，舍己为人，舍己为人，报道奉行，报道奉行，实行忏悔，实行忏悔，到此而行。教次礼行，修道可成矣。修道可行矣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照这个去做，如果咱每一个人照安尼去做，那太标准了。安尼就太标准。那是道，慢慢的修，慢慢的办。安尼道就慢慢啊修，慢慢啊办。将来是道高德重。将来会当道高德重。确实可以领导人。确实会当领导人。可以等一下，把你写下来。那你赶紧写起来。把它，你们把它抄下来。人家给抄起来。把它背下来。该背起来。你将来你可以那就去做。将来你会当按家这个做。我有后人去做。我来引导阿公做。嗯，我们今天呢？今天你那里？开始。开始。感谢几个字。感谢广西毕业的。互相勉励。互相勉励。下边下边呢？下边呢？还有点时间。阿哥有一点么时间？那个日本这个讲简单师哈。请日本简单师。接接冤。跟您接接。那个徐太太跟你翻话。好，徐太太跟您翻话。然后我们就是。吃中午饭。